仔上位，哈，小小小，有，大家吃。之前啊，我在来台湾期间，听说日本人在台湾很受欢迎啊，确实很多日本人会这样觉得啊，哪有啊？哪有吗？我完全不受欢迎啊，是的啊，那你勉强吧，是什么意思？你已经结婚了吧？是吗？是啊，你已经有两个女儿了。可惜啊，我希望可以受所有台湾女生欢迎。很糟糕的人，已经结婚了，不要吧。结果呢？台湾欧巴桑才会喜欢我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台湾的欧巴桑真的很喜欢你。我有三种欧巴桑的25个人的 LINE 群组。25个人，很厉害。他们喜欢用长辈图聊天的，早安午安晚安，早安午安晚安，早安午安晚安，靠呀！你在说？他们很喜欢你啊，我也开心的，所以最近问台湾女生啊，你们喜欢什么类型男生啊？哦，然后呢？长得很帅，还有有钱人啊，靠呀，还有小鲜肉，干你娘！不管在哪里，女生的想法都一样。还有文青。哦，文青哦。文青的话，我们也有机会吧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三哥啊，你有文青吗？是的吧，我去的，好的。文青不对。哦，文青是什么意思？文青是文艺青年。哦，听不懂。听不懂啊？那怎么办呢？啊，那现在我决定了，我想成为文青王。不要叫海贼王了，你是白痴王了。请教我怎么会变成文青呢？我觉得呢，你的白痴的想法已经没办法改了，所以先从外表开始吧。外表啊，他们很重要，外表啊，是啊，所以你平常穿什么样的衣服？我平常脱光光，脱光光，不能是白痴，那是我鸡鸡的问题吗？不是，不是鸡鸡，是你自己的问题。完全不一样。那你先开始穿衣服吧。啊，那文青喜欢什么类型的衣服呢？他们呢很喜欢穿无印良品的衣服。啊，无印良品的衣服。对对对，还有戴眼镜，戴眼镜，还有戴着相机，戴着相机。对啊，还有戴着斗笠吗？啊，不要戴斗笠，不要戴斗笠。对，还有他们很喜欢安静的地方。安静的地方，那我们的眼镜比较适合吗？你在说什么？如果我们的研究很安静的话，就完蛋了嘛。今天完蛋了。没有，你们很喜欢我们的研究，对不对？看，还好。没有，我爸没有这样讲的。我们的地方蛮热闹的，不是？去咖啡厅。牛布咖啡厅好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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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牛布小姐，安静坐下，一句话好不好？莫为莫为穷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也太尴尬了。这个相机已经不能用了，送给你。下不是，就西山的咖啡。西山的咖啡店，对，了解。还有药店美式咖啡。美式咖啡，不好意思，给我一杯意大利美式咖啡。什么咖啡啊？热的，还要加冰块。那就是冰的。不用杯子，好，直接给我就好。干嘛了？也太脏了吧！不可以这样喝。好了，好了，坐一下。坐一下。对，然后把电脑打开。Tinder。不要玩 Tinder。为什么不能 Tinder？ 这个人不行，那个人不行，这个人不行。凭什么选嘛？65岁以上的女生才 OK。OK 个屁！你很喜欢欧巴桑。I'm 欧巴桑 killer。什么意思？是的，不是，不要电脑，不要电脑，来看书啊，来看书，好好好，淘汰了，淘汰了，中间中间有一对老爷爷和老奶奶，不要念出来呀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你太关心事了吗？是淘汰了，要看大人的书，大人的书，地方的妈妈，地方的妈妈，中间中间有一对弟弟跟老奶奶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什么故事啊？地方的妈妈的妈妈，地方的阿妈。看书也不行，你什么都不要做啊，什么都不要做，坐在那边就可以，坐在那边就 OK。好无聊。对呀，他们很无聊。他们很无聊。对对对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坐坐样子而已，坐坐样子。对呀，戴眼镜，戴着相机，还有苹果电脑嘛 ？Windows 电脑不行啊，绝对不行。你真的不懂的。对他们来说 ，Windows 不是电脑 ，Windows 是电脑，不是不是。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想法，好，因为他们都是白痴啊。他们都是白痴。这种
是坏掉，这种是坏掉，内心根本不重要，内心根本不重要、嗯。为什么女生喜欢那样的男生呢？嘛，因为啦，女生都白痴啊。女生都是不是白痴，白痴，白痴，都是白痴。太甜，你最糟糕了。对啊，是我没办法结婚了。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吧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漫才社会哈，请多多指教哦。大家好，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嗨，第一个段子结束了。啊，嗯、好笑吗？不要问，为什么问观众朋友？那个刚刚的是段子哦、嗯，不是我的真心话哦。真的，真的。啊，是吗？真糟糕的人吧，那样的话。啊、糟糕的人。不是，那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挑战默契游戏，我们要玩日本泥暴力。泥暴力。是什么东西？你知道吧？你一定知道吧？我们是日本人，所以当然知道。嗯。那台湾朋友知道泥泞暴力吗？看就知道了。你们要用泥泞暴力吃这个。泡面。哇，东北。等一下不是你吃哦。哎、欸，所以我要吃的。秘书长会喂你吃的。哎、欸，嗯，绝对会失败吧？我的泥泞暴力是我的本业。要下班好吗？那三妹，哎，拜托你哦。哎，交给我。开始吧，三妹要认真一点哦。耶，真的？哇，乌龙米真干嘛了？干嘛了？要开始啊？不要拍特写吧？我们这个不是连续节目哎，你怎么好好拍特写啊？那泥泞暴力，准备。开始，咱们要拿这个乌龙面。哎，这是左手。啊，不要，不要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这样拿，不要咱们，不要这样拿，要拿上面。先生，看不到啊，先生。拜托，咱们要这样拿，这样拿，那太危险，太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慢慢来。不是，位置坐，位置坐。